哎，小王，这个标签挺好看的，中秋节快到了，这个标签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，哪里能一站搞定呢？我们这边就可以搞定啊。是吗？那完成一套标签要很长时间吗？不需要很久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过去试试。好，走吧走吧。操作很简单，只要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导入到我们的 VT320C 数码打印机里面就可以了。现在用我们的 VT3350 数码标签磨切机进行磨切就好了。我们的机器主要功能有优片、覆膜、磨切单元、台背、分条、切单张、收卷。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VT3350， 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我们这款 VT240T 小型数码标签磨切机，它可以与斑马、艾普森等打印机联机使用。哇塞，这个标签太精美了。是啊是啊，用我们 Word 的机器进行印刷和磨切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来，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分条把它贴到我们的成品上。我们的公司在宁波高新区，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啊，我们下期见。